在布兰星，土神族的蚂蚁们有着一些与生俱来的特殊技能。他们中有个叫土豆豆的小蚂蚁，就被安排在布兰星最重要的圣辉塔，负责重要的维修加固工作。我怎么摔倒了？笨笨，你怎么连块香蕉皮都没有看到呀？土豆豆，又是你在捉弄人。嗯，墙壁要倒塌了，快逃啊！土豆豆，圣辉塔是布兰星最重要的建筑，是我们建筑师先辈共同浇筑起来的，你怎么可以拿它来开玩笑？大家请注意，圣辉塔六层的水管爆裂了，赶紧过来抢修啊！土豆豆，我马上就来。紧急情况，大家赶紧去抢修了。第五小队已经出动。土豆豆，土豆豆，哪里的水管爆裂了？我有说过水管爆了吗？一定是你听错了。杂志上说压力太大会产生幻听，你太累了吧？土豆豆，你又骗我！什么？土豆豆又撒谎了？每次都捉弄我们，太可恶了！我们走，以后再也不理他了。土豆豆，你这次太过分了。终于结束工作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黑魔军团的通缉小队。不好了，他的目标是圣辉塔的中心柱，一旦中心柱被打断，整个建筑都会倒塌的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放马过来吧。飞檐粘土。好痛啊！幸亏中心柱没有被破坏掉，不过这里损坏的这么严重，要赶紧通知大家才行。大家注意，圣辉塔被偷袭，中心柱受到了损坏，必须马上进行修复。土豆豆就会撒谎激怒大家，就是，大家不要信他。反正我是不会信他了。等等，这次是真的，如果不赶紧修复，整栋圣辉塔都会倒塌掉的。大家不要理土豆豆了。完了，早知道就不说那么多谎了。不管了，一定要先把柱子修复好。飞檐粘土。累死我了，这样至少可以暂时支撑一下。救命啊！笨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身上肉多，
一点都不疼。笨笨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小意思了，我们一起把剩下的修复工作完成吧。笨笨，为什么我一再骗你，你还要来帮我呢？不管怎样，圣辉塔对你和我都是很重要的，不论警报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，而且我相信你。嗯，土豆豆，听说你立了大功了。啊，你们也来啦？只要你不再说谎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嗯，知错能改才是男子汉。土豆豆，我们原谅你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干活吧。总算修补好了。土豆豆，你的修补手艺真棒，全靠你，这里的居民都安全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们建筑师的工作真是太重要了。我决定了，我以后要成为布莱星最厉害的建筑师，这个就是我的梦想。太好了，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。呼叫笨笨，三楼需要维护，请来协助我。土豆豆，我来了。我们开始吧。哈哈。土豆豆不再说谎了，变成了一个好孩子。嗯，他昨天还帮我找到丢了很久的钱包。是啊，土豆豆越变越好了。土豆豆。啊，哎，部长。给。哇，部长，这包子真香啊。包子是给你的奖励。土豆豆，你知错能改，坚守诚信准则，是个好孩子。蚂蚁皇后非常欣赏你。现在皇后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。我有1000种完成任务的好方法，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饱饱的大吃一顿哦。信子告诉我们，做人要诚实正直，不能欺骗别人。最终，土豆豆作为信的代表，被选为五行战士，去地球执行重要任务。金彤彤，你手里拿着什么呀？让我看看。好漂亮，这个徽章真好看。这是博士送我的骑士徽章，它代表着战士的荣耀。让我试戴一下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哇塞，我这是一秒变帅了很多。要是你再瘦一点就更帅气了。宁愿不帅也不能不吃。哎，馋猫的世界你永远不能理解。啊，博士在召唤我们啦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在广州塔出现了。提起广州，我就想起中国最强足球队之一恒大球队。哎，比起足球，中国十几亿人的足球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。一定会实现的。你就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书上说足球最早是在中国出现的。这种说法好像挺有道理呢。爬那么高我不去。不行，快走。任务就交给我们吧。很好，那我就放心的去参加老年人足球赛了。博士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啊。没事儿，我的老腰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听博士说这叫乾坤大炮。你们谁先上啊？那么土豆豆第一个。为什么你们都后退了？我不要。
能不能先让我吃一顿啊？石头剪子布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嗯嗯，哎，说明书上貌似没有说怎么降落呀。老大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也回去找交通工具吧。笨蛋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这种高科技怎么用的呀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我不要当小白鼠。小灵珠，我来啦！嘿！呀别！我们跟屁虫！哼，广州塔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我们想来就来，你管不着。就是。走，找小灵珠去。你啊！老大！啊！老大！这两家伙笨手笨脚，这样都能掉下去。我走走走了。小灵珠还在这儿，小灵珠是我的了，太可恶了，小灵珠是我先找到的，快点还给我。你先找到的？小灵珠明明就在我的手里，你可别乱说话哦。你这是耍赖，他根本就不讲道理。看我的。那不是金彤彤的骑士徽章吗？为什么我的东西会在你的口袋里？当然是我捡到的。那个徽章不是我们从五星蚂蚁的基地拿的吗？谁让你多嘴了？哼，你这小偷，还我东西！哼，到我手里的东西就是我的了。金彤彤，你们现在什么情况？雷震震偷了你送我的骑士徽章，幸好我抢回来了。什么？骑士徽章代表战士的荣耀，竟然连这个也偷，简直给我们科学家丢脸呢！不好了，我是要发动唠叨神功了！我才不让你得逞呢！我不仅偷，还要抢！管你荣耀不荣耀，总算清静了。明明是你做错了事情，还要狡辩。你拿了我的徽章，大家都看见了。我才不怕你们呢！霹雳雷电，欢迎水炮，一起上，让他们瞧瞧团结的力量。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老大，等等我。
金彤彤，看来骑士徽章放在你那儿不保险啊，不如交给我保管吧。不要，你嘴那么馋，万一饿起来把它吃了怎么办？风小小，你个蠢包子！风小小，我知道了。